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尔汉兄。我们今天的万国崛起哦，那今天这部影片拍得非常临时哦，是我昨天在打埃及之战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那这部影片呢，就长达41分钟。其实为什么长达41分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前面没有录到啊，所以就导致影片只有41分钟。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，就是我的盟友，对，他想要去打他家，可是我看起来他好像不是，他好像要绕过去打后面的方尖碑了。OK， 那这边的话，我再派几兵几队过去吓他好了。哎呦，他真的去打他了。好啦，那这边的话，我这边就直接把影片快转，就避免说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有一个100万的飞走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干得不错，干得不错。接下来可能也是要去打他家之类的，那我赶快派过去好了。这边的话，那个真德不要跑啊，真德不要跑啊，站住，给我站住，注意啦。把他赶跑之后就来打这队啦，还敢向我冲过来啊！啊，佩拉月，打架打架，看是你强还是我强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一决胜负，好不好？这个一次半小几队过来了，我的曹操先闪，好不好？我们后面那个部队过来，我们再一起围攻他，好不好？这个2200万的真的是很狂。加速都用不怕的，哪像我的加速现在打完埃及之战之后，就顺便又都用空了、这个，用了，好不好？这一次好几队打在一起超嗨的、这个。赞啊！这边终于战胜他们的部队了，我赶快先闪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怎么又一队追过来了？哎呦，这么想打哦！好，我陪你，好不好？我陪你啊！别说我不理你啊！这边的话，我的部队是被他打散了，真假的？已经有10队回来了，剩下孙武还活着。那我赶紧先回家医我的兵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现在我们分数的话，就是跟他们完全拉开了，现在是联盟里面最高的。一群战斗失败了。好啦，那现在医我的兵再说吧。快啊快啊，曹操快回来啊！曹操，后面的部队赶快回来好不好？我要赶快再把你们派出场啦！这个有点痛。这个2200万那真的也不是盖的。有点凶哦这个。那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我的盟友好像去打那前面那个生命之泉神庙了。加油啊加油啊！那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，好不好？赶快回来啊，孙武！这孙武。感觉都是走最慢的，因为我实力还不是很强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很多骑兵，只有曹操那队有完全的骑兵啊。这个，然后那这边的话，部队几乎是已经全输了回来了，只是那孙，我这速走好慢啊！来啊！埃及之战每次都给我搞这种乌龙啊！每次都那建筑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有了！我还想再派兵去教训那个2200万的啊！这个那边的话，分数已经拿到4000分，他已经不知道几分了。
那这边的话，我的刺我还是再皮一下，跑去侦查他家好了。他已经觉得很莫名其妙。哎呦，100万呢！天哪，真的也不是好惹的哎。难怪2200万，战力这么高。哇，24警戒塔。哦，我的家也才21而已，别这样啊。那这个奥西里斯急救的话，我就交给盟友哎来去拿好不好？那我自己呢，就是负责来打架好了，来打这个2200万的。那剩下那两个100万的话，我基本上已经没没在怕的啦，因为毕竟之前我都打过那场埃及之战了。30个人加起来才等于我们的盟的 PP 值啊！哇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。好了，这边的话，我今天想把兵力给派出来了，那再去打这个2200万的，希望打得过。我这边的话，他们已经进入伊西斯哨站了，等一下盟友应该会去帮他把他拿回来吧，这个我就负责来打一下就好了。OK， 这样就完成了。我觉得我再先观察看看他们有什么蛛丝马迹好了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哦，这边哦，等一下，这超是怎样？这怎么突然瞬移？有，是怎样啊 ？bug 是不是？还是因为lag所造成的？绝对不要跟我说是因为有鬼啊！这个太诡异了哦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把我曹操派过来这个哨站这边哦。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把他这个哨站拿下来，好不好？然后剩下四队在这边顾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！哎呀，已经到了，那曹操把这里拿下来吧。OK， 搞定。那这边的话，曹操先跟他们先跟我的部队集合一下好了。好，这边看一下我战斗报告。哎呦，很凶哎！这个2200万的真的不是盖的，要跟他尬实在是有点勉强。这个，哎呦，这队想干嘛？这一队想干嘛？那我们来赶快拉过去打他好了。看一下，应该是往这边吧？哎，对，哎呀，还想往哪里跑啊？哎，我的曹操来喽，我的部队来喽，啊！哦，看一下这个对面的有个2200万人超会的，哎呀，还真想跑啊啊！哦哟，这个曹操远距离打人啊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！哎呀，围攻了！哦，赶快把这个佩拉月打回家，好不好？所以啊，战斗胜利。然后这边能看到的话，还有一队想过来啊，好啊，慢着，别走啊！我们来跟这队打好不好？又是同一个人啊，然后他派的是洛哈。哦哟，还想跑？哇，这个是想跑回去啦？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！哦，这个加速跳的有够凶的，这个。哎呀，这边大事不妙，我的凯撒好像快挂了。没关系啊，就让他打好不好？反正我们这边还有这么多队在，我们根本就不用怕，好不好？让凯撒回家，好不好？然后让其他部队再追这个洛哈。哦哟，哦哟，哇，这个有两队在。哦哟，哦哟，哇，这个厉害。哦，你们到底是跟谁学这种魔法、啊？太厉害了！加攻！注意啦 ，nice 啊！那这边打退了之后，我的兵就赶快先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又再次的重伤了、啊，这个，等一下哦，我们把曹操拉回来，去把这个圣地给占回来，好不好？是我们的、啊，怎么说又被他们占走了？真的假的啊？那么快？那这边的话，哎呦，他部队也很凶这个，四级兵好多、哦，
啊，这把拿下来，这把拿下来！哦呦呦，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我曹操，先跑，先跑！来抓我啊！直接各种挑衅嘛，这个各种挑衅对方。哦呦，他也回了。<笑>哦，他也要打回去了，没关系啊，再吃让他拿好了。<笑>不然他们已经没什么分数啊，有点可怜啊，这个。因为整场搞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在打一样。哦呦，这个刺头还干嘛？哎呦，事情有点不妙哦。 他可不可以想派兵过来占领我的方尖碑吧？哎呦，那我们兵先回去好了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太糟糕了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们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兵，赶快回来好不好？先守一下这个，不然先让我回一下兵力好了，不然后面撑不住啊这个。 我觉得我们现在侦查一下他们的阵地好了，看一下里面有多少兵。让我看一下，哎呦，十几万而已，我当然没有在怕的。那我们赶紧先把曹操派回去好不好？快点啊，快点啊，曹操加油！你快到了。嗯，这边的话我觉得还开一下扩编好了，不然兵力有点不够啊。这个，我现在才想到要开扩编。 虽然我已经有开攻击强化，只不过道具没有很多而已。<笑>那这边该庆幸的是我这边都有弄那个组别哦，那所以派出去了就很快。哎呦，怎么会有给我派四级车啊？啊，弄掉弄掉，因为。 因为这个车是说被所有兵种给克制的、啊，这个，那这边把兵种都拿过去好不好？看看能不能再次把那个他们的胜利给抢回来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分数是6000多分哦，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10000分？不过依我的逻辑判断的话，这里面应该是没有人的啦，应该可以顺利的把它拿下来。 好不好？看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盟友你小心啊，有个两千大概2000200的要朝你过来哦，小心哦。<笑>好了，那边的话，曹操赶快过去啊，把这个伊西斯少将给我拿下来。哎<笑> ，nice， 我看一下啊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队想干嘛？这队想干嘛？ 你该不会是想借由骆驼商队来入侵我的方尖碑吧？这个，哎，我们先过来这边，让曹操去追好了。这边的奥西里斯就好像已经被他们拿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也真的想跑过去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回来，先回来，先回来。嗯，还是把他拉过去好了。感觉想叫个跑得快的来帮忙一下。嗯。 哎呦，好像真的被他们拿走了。好，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哦。等一下，他还真的要过去啦。然后随便派一队去打他好了啦。孙武就是你了。哼，这来不及挑了啦，这个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好，剩下把他们拿下来。哎呦，那这边的话，他已经跑进去里面了，再把他派过去一次好了，真战成功。兵力还不是很多，很好。 过去把他宰了，呵呵，我有的时候你可以暂停我的方尖碑了吗？哎、欸，过去，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啊！孙武，这边的话再过去占领他们的哨站哦，赶快，趁他们也再次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赶快再把他们拿下来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还想打？不跑，呵呵呵呵。 哎、欸，你抓得到，我就佩服你好不好？<笑>好，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的话，尤利乌斯凯撒怎么还在这边？让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，就把它派回去好了，派回去守一下，不然感觉就不太安全了、啊。快啊快啊，孙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曹操你过去干嘛？让孙武过去就好了，孙武离那个方尖碑比较近啊，这个。 快快把它拿下来，拿下来，不拿下来的话就凉了啊！这个，我就会被传送，应该就会被传送回去吧？这个，因为我是不太清楚啦、啊。
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把他们拿下来。哎，还想跑？门都没有啦，哼！我觉得他在这边，孙武在这边顾一下好了，避免他们来抢房间呗。然后我又要再跑一次，真的很麻烦。他这边一样再把曹操拉过去哦，避免他们来过来抢这个。看一下，快快快快快，曹操快来，曹操快来！ 应该可以顺利防守啦，这个我那么多队。好了，这边我看一下哦，那看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伊西斯赵镇好像又被他们拿下来了。嗯，那我是刚刚要不要过去好了？废话，这边的话，他应该没有再过来进攻了，那我们可以把他拉回去了。 把他再拉回来，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敌方军队。哎呦，底下好像有一队哦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应该是这边吧。埃及之战每次都给我搞这种乌龙啊，这个。不，但我想我也不能怪这个埃及之战，好不好？哼，但就是为了纯为了拿奖励而已。 好，这边的话，孙武就是在这边顾着吧。哎、欸，等下，我想帮助，只是没办法、欸。OK 的话，这边就是看到了。哎呦，想去占领是不是？骆驼商队，好像对我来说，好像我也很少在踩那个东西。哎呦，真的，在那边看到了。哦，他想把它运回去啊，这个。好，来拦截。 我们先把他拦截掉，打架啦！吸引他的注意力。哦呦呦，这队跑很快，这队好像跑很快哦。哎，先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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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另外一队来了，另外一队来了，来来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！哎，来来来，我们进攻，进攻，好不好？他是你强还是我强？哦，这个布迪卡血耗超快的啦！ 一下子就一半了，打回去，打回去，加油加油！哎、欸，想打我，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，然后再来打回去，啊！布迪卡，赶快回家吧！哇，这边会战又打起来了，很凶哎、欸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穆罕默德好像快没血喽，哎、欸，这个布迪卡到底要回家了没啊？撑那么久，真假的？ 没关系，我先让我的布迪卡回家好不好？剩下就看这三队了。哎、欸，苏雅回家了，怎样？打到另外一队了。哎呀，快赶快快赶快赶快！趁曹操还有血，把他打回去啊！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有用。是那个艾塞尔是不是？我记得他的统帅好像叫艾塞尔的样子。哦，苏雅把他们击退了。OK OK， 先回家，先回家，先回家。 好，这边的话，我再把曹操给他派回来，给他把这个占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！哎、欸，你加速再存多一点，再跟我打好不好？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啊！<笑> OK， 再把它拿下来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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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再来，再，哇、哦，这加速用超凶的啦！我存那么久的加速，我天啊，天啊，哇，这个加速真的用很凶啊！ 我天哪、啊，这个再用下去我加速要全没啦！这个<笑>这已经不知道我第几次重伤回家了，跟那个真2200万打是确实是有真的有点吃力啊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OK， 把它拿回家之后，赶快先把我部队全部都给他派回家，不然这里有点危险。 来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分数哇已经接近10000分了，还有6分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10000分啊，超紧张的啦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为了守城，我把我的理查留在家里，帮我顾一下好不好？<笑>便再皮一下去侦查他。 他一定觉得很奇怪，说为什么一直出现红框。
啊，这边哦，这边兵很快哦，加油加油，快回家快回家！我在重新整顿一次我的部队，有点危险啊，这个。哎呦，这一队想干嘛？对对对，对，先过啊，先过，先回家，先回家。啊，这边的话，再把我的兵拉出来。哎呀，发现我派错兵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然后再把这个统帅换成孙武。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样子吧，这边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我的阵容，然后把这个换成查理跟贞德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都回来，先换，先换，先换，再重调一次阵容。嗯，我觉得把这个司机车给他弄掉好了，不然他可是被所有兵种克制的啊。哎，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 然后再来一队，好，就这样子，这边就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哎，对对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哎，不要最后的同盟军啊，来派几队吓吓他好了，哎，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对对对对，去占领，去占领，没错没错，哎，等一下还有范尼还在后面，你还在后面混，赶快赶快，追上去，追上去，哎，哦，他已经在打了，赶快赶快赶快。 然后这边就稍微，我们就稍微等一下海尔曼好了。好，再拉。哦哦，他已经被击退了。那我们赶快派兵再过去支援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哎呦，这边好像已经打起来了。哦，他统帅元一金哎。 不过，对，我还是再过去支援好了。哦，这边的话，他是已经出现，那奥西里斯基就好像已经被出现了。哦，获得了。哎呦，猛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啊，在这边再回下讯息好了。哎呦，冲我而来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来约战好不好？哎，对对对对。 跟我的时候超打、啊，真有你的，那我来跟你奉陪好了，我后面的军队也来了，然后趁这机会夹击他，哎，对对对对，看是你强还是我强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把他击退啦。那这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他们应该很难获胜的吧，这个，<笑>因为几乎大概就那个。 就那个2200万在拼而已啊，剩下那两个对面那两个100万也不知道在干嘛。<笑>哦哟，还想打、啊，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啦，这个。那这边的话就有胜利啦。哦，怎么是他最佳？哦，他个人积分最高啊，对，这一定是跟战斗力有关，好不好？ 那我们今天时光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各位观众，我是贝拉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